meeting, General Lee Jing Suan.
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予你已经成熟，搁愿你的神魂甲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国内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赢。啊，你已经受洗来告别你的信仰，我话到教会头也是大天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英国教会修会愿平接纳你做会参会员，无论伫主的道甲信仰的稳定。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爸囝圣神的名。愿凭安上帝家己，互你一真正信。我愿你的神魂甲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国内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赢。你已经受洗来告别你的信仰，我外父教会的头也是大将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。甲望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英国教会、修会官兵接纳你做会参会员，无论伫主的道甲信仰的稳定。阮丽华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。圣神的名，愿平安的上帝家己，予你一真正信。我愿你的神魂甲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国来时，拢得着保全，无通赢。啊，你已经受洗来告别你的信仰，我活到教会头也是大将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英国教会教会官兵接纳你做会参会员，无论伫主的道甲信仰的稳定。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愿平安的上帝家己，互你一切诚实。我愿你的神魂甲身躯，伫咱主耶稣基督复来时，拢得到保全无通赢。你已经受洗来告别你的信仰，我活到教会头，也是大将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望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。英国教会修会官兵接纳你做会参会员，无论你做的道甲信仰的稳定，阿弥。咱三家来祈祷，全能主你的上帝，我感谢你这么大的恩典，用这个圣灵殿接纳你这的子儿女，最进入你的圣会，愿你祝福因，用你神圣降落在伊的顶面。将你的恩典赐予因，予因连接伫耶稣基督的欢喜，永远踮伫你的内面，成做一个有丰盛人生的人。对试探保护因，予因为增进信仰的好见证。愿你的鬼来扶持因，伫特别伫软弱的时阵，保守因安稳伫你的疼，享受一世人侍奉你、跟随你的快乐。啊！愿施恩的上帝听我的祈祷，因带陪伴因一世人，对呾到永远。阿门。主所听。王庭轩，你伫细汉的时，已经伫爸母的引带来做小儿的洗礼。那上帝恩典，予你安然成长，到即摆已经成年。你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你家己的信仰。那你着听我所要问你的话。主耶稣，我安尼讲。你若伫人个面前认我个，我伫爸个面前嘛要认伊。所以我劝你，着告别你个信仰伫上帝甲众人面前。
来应答我所问问的。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？你有诚心反悔你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？你着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来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，尽信徒的本分。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？宣告！你已经受洗礼来告别你的信仰。我倚靠教会头，也是大灵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英国教会小会关平接纳你做会传的会员，有恩你做会道。全能的上帝，你有建立你的教会伫地上，佮有应允受伊到落尾。我感谢你对这个今日施了一切的恩惠，也感谢你，予你的教会接着这个来接着伊来称尊你的名。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对伊的洗礼。予伊有份伫基督的身躯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伊所得到信仰的培养，甲伫伊的生活所得到好的感觉。啊，阮求上帝听我的祈祷，用你的圣神保守伊，永远属于你，日日伫圣神来进步，到伫你得到你永远的国度的日，阮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的名。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着两个baby， 这个时候我们实在是上帝的恩典，因阮对出世的时，因阮的爸爸妈妈就真受苦。这个囡仔经过这段时间，身躯就有一挂问题，但是哈利路亚，这样拢过去。啊，就今仔日借着这个洗礼，我们要把金恩。要把光献给上帝，这是当欢喜的事。有人带细囝要来求耶稣，要让耶稣给伊摸。有学生执意讲，唔通把囡仔带归，囡仔伫遮真吵。耶稣看见就无欢喜。遐学生讲，用阮细囝就问我，伊若要承接上帝国度，拢爱倒转来亲像细囝一般。所以耶稣就进前，给遮个细囝来祝福，亲像安尼，今仔日爸爸妈妈带恁所。听小的囡仔来到伫上帝面前，我想这个，我予这个囡仔归于伊的国，一世人属于上帝。啊，做爸爸，伊还阁细汉，毋捌这个道理，总是爸爸妈妈就要替他来回应。阿月，你听得懂你的话吗？听得懂啊？你有信心，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。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？恁要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，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，就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，
哦，恁的所行也是上帝教会发度，恁有法律要安尼行无？愿主赐福恁甲恁的囝，帮助恁受这个约，到伫细囝大汉的时，这个时，我要来说你。经文，我用水甲你听洗礼，把你归伫地囝圣贤的名，阿门。感谢主赐福你，啊，一世人甲你啥同在，阿门。洗礼，我哩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愿上帝神因带保守，你一世人都归伫伊的国度，成就伫伊的名，阿门。这突然悟到灵水啊！欢喜哦，顾着林水弟弟。好食，而且因两个妈妈带阮过来，我当遮在咧讲话，两个细囝目睭拢金金的，这是一个水的观念，那酸个。照耶稣基督的命令，将这个细囝受接纳，在伊的教会做会会餐会员，有分伫新约的分店。啊，这个小子的父母甲会长拢做见证，但是恁拢有责任分担这个责任来培养这个细囝日日大汉，直到因领受见证的时，才甲来祈祷。全能永远的天上帝，我们恳求你来保护这些小孩子，引导他们的身心灵，让他们的年岁越增长，智慧也越增长，让神与人一起越来越疼爱他们，愿他们天天长成基督的样貌，直到有一天在上帝跟众人面前告白自己是属于你国度子民的那一天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啊，咱这个稍微行到过啊，然后啊向后转，哼哼，向后转。唐延华，伊是什么人？传伊姓朱的。你会当讲两句话吗？一句话就好了。我在这边谢谢谢慧玲传了福音给我，让我回到，让我回家，做了上帝的百姓，做了他的儿女。我在这里也很高兴认识大家，谢谢。李连安兄弟夫妇，我那大家人请安，然后讲两句，为什么你进入教会？抱歉，刚才讲到这样子啊，因为我比那里可能讲啊，你前头发力了啊。离开主，我是
娘离开主将近40年了，最后终于还是回归来到主的怀抱。好，那当然来到这里，我首先要感谢的是他们那个谢团全谢长老。我说没有这个因缘，我应该不是在这间那个教堂里面走进主的怀抱。那我代表我太太，那是我也是要加入，要成为上帝的选民，讨论了蛮久了，有共同的共识。那我也希望我的女儿也在这里，我希望呢，我们先生都给他看，也希望他将来也能走上这条路，做主的仆人，然后去成全别人。谢谢，我来先感谢您，谢谢。李玉安老师，刘翔老师，性格对到鲁酸的盐啊，了过来找这个郭明志，还是爱吃瓜的啦 ，OK， 好，来，这是宋恩，我发现咱已经几啊年拢听伊伫台顶咧唱歌，今仔日已经正式做咱家庭的一份子啊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，给大家平安哈、我叫黄丽华，真欢喜，因为我是进入宋恩乐团来的时阵，我发现我身旁都是一群我的天使，我觉得他们，都是我生命中的，见证，因为。我看他们人都是那么善良，都是希望成为我们上帝的子民。谢谢大家。这位英语老师啊 ，Vivian 来。大家好，周美玲。那我是美女老师，我是谢慧玲老师带来的。那其实一开始从来就没有任何的信仰，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年轻人这一块信仰这是什么，所以从来不会有信仰。但是进入慧玲老师的工作环境里，然后基督教的环境里面，然后接着慢慢的上教会，从一开始的抗拒，到后来愿意上，到后来接受受洗，其实这中间一定会有挣扎。但我觉得在受洗的当下还没有点到水的时候还是挣扎，可是点到水之后我觉得一切非常的感动。那很谢谢各位长老跟牧师可以让我进入永福的大家庭，所以很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OK， 林先今天有点重感冒，可以有点低。首先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就是让我从小就在教会的环境里长大，然后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就是质疑过上帝这个神，然后只要遇到困难，然后读书有挫折都是。就是谈谈圣诗，唱到圣诗，就会觉得心里有平安的帮助。然后很高兴今天能够在永福这个大家受洗，然后我会继续在这里服侍上帝，就是神，谢谢。谢谢好吗？那么我注意咱厝内的囡仔，大汉了，还佫伫上第一厝啊？来，海燕。大家平安。今天他就是我们相信，就是要帮他受洗，主要是想说，因为我们从小都是基督徒，然后因为洗礼是一个很上帝的恩典，那我们相信说，只要他受洗，然后他的名字就是。记在上帝的名册里面，然后他就会得到神的医治与恩典。
配我的子孙。好，来，伊的名，伊的名叫做金恩。你知美国一个真出名、改变美国历史的一个人，叫做金恩博士。所以后摆这个我呢，好好再给他。金恩啊，啊，这个叫做吴光啊，吴丢的更名啊，吴光啊。我怕什么话会当做阿公啊，真不假。做老爸我会当努力啦，做阿公我都无法度，卖讲啦。来，咱请咱应该拍一个好咧，加上咱的各位朋友来参加，加上咱的各位朋友对吗？欢迎你们回家，啊、哦，欢迎祝福你们。上圣经，Thank you.